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 全靠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6度，高温有23度，都是一成的降温机会。太武雷一圈日14度到24度，也是一成的降温机会。三地门乌台马家低温13度，最高温有23度，也都有一成的降温机会。高雄的桃园那马上茂林，低温只有7度，高温21度，一成的降温机会。嘉义阿里山8度到20度，也有一成的降温机会。 南投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只有5度，最高温也只有20度，都有一成的降温机会。台中和平8度到20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南庄是潭泰安低温13度，高温18度，有2成的降温机会。新竹的关西尖石5峰低温只有8度，高温18度，2成的降温机会。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2度到18度，2成的降温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1度到20度，1到2成的降温机会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而在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8度到22度，1成的降温机会。秀林万荣13度到21度，也是有1成的降温机会。寿丰丰滨16度到23度，1成的降温机会。 凤林、光复、瑞穗17度到22度，也有1成的降温机会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低温只有5度，最高温则是20度，在卓溪。台东的东海岸、长滨、成功、东河18度到22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低温11度，最高温20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15度到22度。 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4度，最高温有23度，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而在兰屿地区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4度。外岛地区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0度。